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各位观众，新年好，新年快乐，祝大家新的一年吉祥如意。拜年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也是人们辞旧迎新、互相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过新年不只是中国人拜年，海外的西人朋友们也要给观众朋友问候新年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拜年，看看这四海一家的热闹景象。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Prime Minister Stephen Harper, and the Conservative Party of Canada, it's a pleasure for me to extend a Lunar New Year greetings to all of the viewers of New Tang Dynasty Television. I hope that this will be a year of health,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you and your families. 恭喜, 恭喜发财! Well, to all NTD viewers, a very happy new year in the year of the snake, the year of intelligence, the year of wisdom, the year of counsel. So I hope all NTD viewers have a very prosperous new year, very happy new year for the snake. 300만 도민은 여러분의 방문을 언제든지 환영하며 최고의 서비스로 정성을 다해 모시겠습니다. 경상북도로 오십시오. 신년 과일. 안녕하십니까. 전 세계 NTD 시청자 여러분, 새해 복 많이 받으십시오. 사랑하는 NTD 시청자 여러분, 반갑습니다. 2013년 새해가 밝았습니다. 새해 복 많이 받으시길 바랍니다. This coming year, the year of the snake, should bring us a year of wisdom, culture, and creativity. It's a chance to be with each other in community and say happy, happy new year. I'm delighted to extend my best wishes for the Chinese New Year to the Chinese Canadian community, to the global Chinese community, to NTD TV and their exemplary work internationally. May this Chinese New Year be a year of blessing, a year of health, a year of peace, a year of community for all. Thank you. Jin Ya Hao. This is Rob Anders,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Calgary West, and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New Tang Dynasty Television for getting out the word about truth and freedom and to make sure that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can partake of Chinese culture in a traditional format.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happy New Year. Hi, this is Johnny Camus, Council Member for San Jose City Council, District Number 10. I want to wish you and your family a very happy and prosperous Year of the Snake. Gong Hei Fat Choi. Hi, I'm Teo Gergil. Happy New Year to everyone watching NTD TV. Hi, I'm Connie Tover, and Happy Chinese New Year. 新唐人的全球观众们，大家好，我是盘古乐团的主唱敖博。祝新的一年里大家阖家欢乐，健康如意，龙腾虎跃。 新唐人电视的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雅妮，祝大家新年快乐，蛇年行大运。新的年头，希望有新的希望、新的祝福。不过，我想大家也还是要记住，地球啊非常的辛苦，我们要多爱护地球。我要特别感谢新唐人这些这么多年来对这个特别是道德文化的提升，付出的心力。跟大家拜个年，希望每一年我们都有更精进的机会。 为这个世界更美好来努力，也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哦，都能够心想事成，万事如意，阖家平安。新唐人电视是对整体的华人世界里面非常重要的媒体，而且对我们的这个正确资讯的传达有很重要的贡献。在这边也祝福新唐人电视所有的工作同仁，更要祝福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新唐人，祝你们新年好。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市长罗宾逊，我祝您全家十年幸福健康，万事如意，年年有余。中国新年是个欢乐祥和的节日，也是亲人团聚的日子。当然，对于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来说，除了亲属之外，他们最想做的。 就是向自己尊敬的师父李洪志先生道声新年好，而每年通过电视的方式向师父拜年，也是他们最期待的一件事情。师父新年好，法轮大法好。师父新年好，法轮大法好。师父新年好。
祝福新年好，祝福新年好，马轮大法王，祝福一年好，祝福一年快乐，祝福一年快乐，师父新年好，师父新年好，师父辛苦了，师父新年好，恭祝师尊新年好，恭祝师尊新年好，师父新年好，祝师父新年快乐，师父新年好，祝师父新年快乐。师父新年好，师父新年好，师父辛苦了，师父过年好。大法弟子的家属深深感受了大法的美好，在新年，今季我代表大法弟子家属向师父拜年，祝师父新年快乐。法轮功对我帮助了很多，法轮大法帮助了我。新的一年即将到来，我想提前跟李洪志先生拜个早年，并预祝李洪志先生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并且希望法轮大法可以回到中国大陆，在中国大陆广传开来，并且在世界发扬光大。我是上海律师陈楚，我也是位基督徒，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法轮功的李洪志师父拜一个新年，拜个早年。在2013年中国新年到来的时候，我向新唐人全球的观众问好，谢谢你们关注中国公民的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行动。祝李洪志先生新年快乐吉祥，祝中国民主事业早日成功。向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问好，对所有练法轮功的朋友们问好。祝李大师心存愉快，万事如意，弘法传遍世界各地，大法广传。李洪志老师拜个年，祝他新年快乐，事事如意，心想事成。给李洪志大师拜年，祝他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新春愉快。祝李洪志大师这个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张泽民反对法轮功，这个搞得很不像话，这个到现在还不跟人家平反，这个、我感到非常气愤。这个不应该的，人人都有这个宗教这个信仰自由。我也说不好什么恭维话，但是我只能说祝愿他新年快乐吧。我也见过大法弟子啊，他们的作为法轮大法的弟子，他们那个内心呀都很坚定，我很佩服这一帮人，他们按照就是李洪志大师的真善人在做。祝李洪志先生新年快乐，健康心想事成，希望中国民主早日实现。李洪志大师身体健康，让这个法轮功给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李洪志大师啊，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你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沈营运的那个节目，我们大陆人民非常之欢迎。我最佩服的就是法轮功坚持了这么多年，祖国人民想念你们，你们早日回归来，我们团聚，是吧？祝全体法轮功成员新年快乐，阖家欢乐。是的，虽然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这段时间，很多的法轮功学员被迫离开家乡，但是他们内心一直期盼着
回中国大陆与家人团聚的那一天快点到来。而对于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来说也是如此，他们期盼早日能见到师父，当面向他道声新年好。现在他们只能透过一张张的贺卡来表达心中的无限感恩之意。唐代守岁诗中也有一些思亲怀乡之作，如白居易在《客中守岁》中写道：守岁尊五九，思乡泪满襟。崔涂在《除夜有怀》中写道：那堪正漂泊，明日岁华新。戴叔伦在《除夜宿石头驿》中写道：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这些诗歌都道出了远方游子对亲朋好友的思念。在新的一年开始，全世界亿万法轮功弟子从世界各地向他们的师父捎来最真诚的祝福。在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也透过明慧网送出一张张贺卡，表达感恩之意，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新年好，其中也包括各地的小弟子。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祝师父新年好，全体大法小弟子向师父拜年，师父您辛苦了，师父您过年好。来自国家金融系统人民银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元旦快乐，齐鲁石化大法弟子敬祝师父新年快乐，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卫生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昆明市钢铁公司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好，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公务员系统大法弟子祝伟大的师尊新年好，北京航太航空系统大法弟子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拜年，大陆金融系统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好，江苏省南京军区某集团军大法弟子叩拜师恩，山东鲁中地区司法系统大法弟子写道：师尊您辛苦了，大法弟子沐浴着师尊宏大的慈悲，在正法修炼的路上走过了十几年，弟子对师尊的慈悲苦度无以为报，唯一能做的就是听师尊的话，珍惜大法，珍惜修炼中的一切，在大法中不断的勇猛精进。心在跳动，双手画出一片片彩虹，五彩祥云布满了苍穹，天高地厚，双手合十。从2013年第一天开始，明慧网整理发表大量中国大陆及海外大法弟子和世人恭祝李洪志师父元旦快乐的贺词和贺卡，其中来自大陆的贺信涵盖各地区、各阶层、各行业，这些贺信的传出是借助翻墙软件突破中共网络封锁，寄给明慧网发表。而在海峡对岸的台湾，人们有言论、集会和信仰的自由，这里没有封锁，没有迫害，这里可以大声地说出法轮大法好。也正因为如此，这里好多民众见证了他们的亲朋好友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后的改变。林亚宏以前感觉比较像是一个男生，就是他个性比较冲，然后也比较悲观。那修炼以后呢，感觉他的个性变得比较乐观开朗，然后变得比较像是一个温柔的女生。李峰呢，自从修炼以后呢，他的心性改变非常的大，
不管在同事之间、主管之间工作上，如果遇到瓶颈和困难的时候，他都以真善人的法理来圆融这一切。到80岁呢，我的父母得法了，竟然用3个月的时间马上翻转了我们家的气氛，所以现在我非常期待回到我的娘家，因为我们只要回到娘家，一通电话，全部的人聚集起来，一起交流，一起学法，我觉得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棒。我妹妹每次修炼之后，最大的改变让我觉得她对父母无尽的孝义，姐妹无私的付出，对家庭无悔的奉献，时时以真善人来要求自己的行为举止，做一个好人中的好人。两个孙子啦，跟他妈妈学法轮功以后，什么事情都自己来，都会为自己做，做得很好，不要妈妈爸爸操心，我们也感觉很高兴。他爷爷不大方便，他都会上楼下楼都会来牵着我的手，一步一步地来走。他没有修炼以前的，他有哮喘病，有那个风湿关节炎，然后呢心脏跳动哈，就心律不齐呀、啊，然后呢他有很多高血压，很多病哎，但是通过修炼以后哈，他就学法就练功，哎，这个人呢就越来越好，这些病也不知不觉的就哎就没有了。我的老婆印涵她修炼道啊以后，最大的改变就是健康，修炼后她睡眠时间变短，而且睡眠品质很好，她每天精神百倍。她修炼之后呢，最大的改变就是她会愿意倾听别人说话，然后遇事临危不乱，会为别人着想。对于妈妈这样的改变，我们一家人都开心。当我发生事情的时候，他都会陪在我身边，安慰我，鼓励我，陪伴我。修炼法轮功的人让我的直觉是觉得说他们都是好人，都是很善良的人。都快90岁了，能得到这个大法，能修炼，所以他经常心里都默默地感谢啊，我能得到这个法，我太幸运了，太幸运了。法轮大法法轮大法修炼的人群遍布中国各个阶层，初期身体被净化，心灵升华，然后又承受了13年的迫害，直到今天迫害依然没有结束，但是他们并没有被打垮，相反，在经历这场浩劫的过程中，他们锤炼出了金刚不动的正信，理智与大善大忍同在，而这一切使他们更加认识到了法轮大法是什么，更加珍惜修炼的机缘，也更加崇敬自己的师父。新的一年开始，希望与大家共勉，在日常生活中多多反思自己的言行，没做好的在来年做好，时时保持一颗纯正的心态，回归善良的本性。